们11个人是互相彼此很信任。记住了吗？来吧，来啊，放轻松。你这你好了 ，OK。这样我三轮车。听闻，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啊！怕啥呀、啊？我真怕，我真怕。我也怕，不会下去的。走了。就是楠楠跟我聊天，让我挺安心的。然后我思考了一下，如果都上去，我觉得少我一个会比较遗憾。走吧，怕啥？我看一下，走，看一下。别害怕，我也害怕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我没钱了。啊，你能给我转1000块钱过来吗？好。行，那你现在给我转过来呗。行。快看。我们把舞台交给你，完全放心的给你，那你就发挥到极致，做到最好。不需要华丽的词藻，赵磊唱就完事儿，好吧？觉得非常重要的、非常信任的人才会送他进。我觉得以后我们要当然是 Rise 怼完彼此之后要热情的拥抱一下，表示有实力。对，刚才姚军说，如果我们过了年再回来见到，肯定就说啊，又变成演员，其实就为了骄傲。然后我说，那你肯定要被骂，那就是会被骂。演员请就位，说啊，姚军又开始又去骂我哥哥。你赶紧解释一下，你懂了吗？你姐喜欢瞎讲话吗？逐渐成为我的一个依靠。他们作为哥哥嘛，然后我觉得我作为弟弟呢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好好的，然后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不管他们做什么选择，我都会支持他们。对，希望有机会能和张导我们一起合作，那我就可以放10000个心。可以啊，这位朋友，以后一定有机会。